就国有地、机关用地啊，不管私有地、国有地都一样、啊，都一样，都是公的、啊。这地堡那边盖起来，我们就跟着盖嘛。你这边盖个30栋楼，本来我们环山没有面水，至少环山的。现在一住这些人，我刚才讲，你说40%的等级的话，会不会门口晒一个蚊帐了，晒一个什么？我交了，我是举个例子的。现在我不敢去看的。